灯机打高一点。加个头都行。方向再往右一点，再早一点往右一点，还是靠左，还是靠左一点。倒一下，倒一下应该可以摆正。好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他这个退过来了吗？没有，可以再退一点。他退了，掉了。好，掉了没关系嘛。把屁股往右，你开过来之后直接往这边一点，往你的右边一点，往左打，好了，再往左打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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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是不是应该再往左打一点？要不对不准啊？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往前顶吧，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再顶一下，咱过一下，可以了。哦，你这个没有挂那个保险的链子。发现他这个船他没挂那个，没有挂保险绳，只用这个袋子拖着就可以了吗？嗯，他可能小了。
对，是打到这里的，打歪了。哦，就是刚才打的沙堆啊，刚最后打到石头了，你看打裂了。啊、哦，对，这里有点点裂痕，变形了。就是潜航到那里的时候是吧？打在螺旋桨上了。里面可能有礁石是吧？对，比较危险。再差一点把螺旋桨就打坏了。打完了吗？走啊！兄弟，我有合金的吧？哎，你看后面那个打飞机的，是不是就是你看？你看。